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有请到那个日本老师哈、哦，高桥生一哈、哦、来为我们解说那个剪刀划剪啊、干剪，还有推剪的那个运用的手法。好、哦，我们非常感很热烈的、哦、欢迎一下高桥生一老师。はい、続きましてこちら Y さんのワックスになります。来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一支是 Y 三法蜡。こちらの、特徴は、这个油头发蜡的特征、マット仕上げで、すごい硬い、ワックスになります。它属于就是很好塑形的发蜡，专门做油头的。マットじゃない、ウェットだ。中はこんな感じで。它是有一点油的感觉，专门针对油头来做塑形的。はい。ちょっとつけてみますね。来，我们来试。在阿龙大二认识，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嗨，它只要一点点的发量，一点点的量，稍微拨一下，整个形状就很漂亮，做出那个油头的感觉。ちょっとこう濡れた感じに仕上がりますね。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油头油亮亮的感觉在上面？そして硬さがあるのでしっかりとホールド。然后因为它也是可以让头发的形状很容易塑形，属于硬度很强的。はい、一度これ試して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如果有機会、你们可以找袋鼠家族来拿回去试用看看。はい、次はこの05番のワックスを。来、我们接下来介绍是这个05法蜡。このワックスの特徴はすごい面白いですよ。这个05法蜡的特征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在哪里？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。ワックスをこうつけてセットしてヘルメットかぶっても、我们这个法蜡即使我们上了发蜡之后，我们出门戴了安全帽，然后把安全帽摘下来之后，马上又可以恢复它塑形的效果在。是，そのぐらい強力なワックスになります。它是非常有支撑力的发蜡。じゃあ早速作ってみましょう。来，我们来示范给各位看看。ちょっと多めに。那我们这一次，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看出它支撑力的效果，所以故意用多一点点。すごく。セット力があるので、因为它设很好设定，很好做造型，所以稍微这样抹一点点，它整个发根的支撑力就很强，就可以站上去。こんなに髪の毛を立た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。你看，我们即使做出这样论法冲冠的发型，也是可以做出来的。はい。すごいですね。你看，你不觉得它支撑力很强吗？我们这一贯叫做是安全帽的克星。すごい毛質が細くて柔らかいんだけども。虽然我们这个模特小俊，他的发质很细，然后又很软。こんだけ我们用这一罐零五发蜡，立た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就可以做出这种有支撑力的发型出来。ぜひ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有机会有也想要试用看看，也欢迎找袋鼠家族。我讲起来可以吗？一直笑，超搞笑。安全帽，你说好了，也不错，他有钉子，他有钉子，你不能去啊，去啊，我来给三公公来玩够吗？然后给他玩。